你诬陷我，说我是杀人犯。不是苏哥，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不是，我诬陷你还是杀人犯，这都哪儿和哪儿啊？行了，别装出那种无辜的样子。你是不是给我们公安局写了一封举报信啊？举报信？不是苏哥，这我也是几进几出的人了，我要害你也不可能用这种笨招啊，傻不傻呀？啊，我诬陷你杀王晨了，这一查就清楚了，我这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是不是喝酒了？嗯，娘，大白天的我喝什么酒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就不能找你了。于南，你现在为什么总是躲着我呀？太忙了。那你跟我说说，你都忙什么呢？忙什么？非要向你汇报吗？你这什么态度啊？我这态度怎么了？于南，你别跟我来这套，我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不就是喜欢苏妍了吗？于南，我告诉你，像苏妍这种人，你应该小心一点。你看着他表面上很憨厚、很善良，又特别老实，其实他这个人非常危险。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不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事实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社会上的那些歹徒流氓很怕他吧？如果他真的是那么老实善良，还特别憨厚的话，那歹徒流氓怎么可能怕他呢？这有点联系不上吧？我觉得苏妍没那么可怕。于南，你有些无可救药了。你呀，于南，你是被苏妍的外表迷惑了。他其实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哟，今天怎么这么闲着？想你了呗。太散漫了啊，这是工作时间。哎，现在不让我工作了。为什么呀？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是不是上次抓错人那事儿啊？不是。那什么原因呢？我跟王晨不是谈过恋爱吗？所以得回避一下。你跟王晨是假装谈恋爱吗？还用什么回避啊？不是你叹什么气呀？你说呀。我们公安局啊，怀疑是我杀了王晨。啊？公安局也怀疑你？嗯。不，他凭什么呀？没事儿，就是怀疑一下，所以我得回避回避。关明武。你刚才说公安局也怀疑我，除了我们公安局还有谁怀疑我？别人随便那么说说啊。谁呀？谁随便说的？不会是你吧？不是我，我怎么能怀疑你呢？你怎么就不能怀疑我呢？我要是怀疑你杀了王晨，那你还能那么认真的去搞人家案子吗？再说了。行了，别再说了，快说，谁怀疑我？哎呀，你就别问了。说不说？哎，
那我跟你说了，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得了啊。前两天我跟朱亮一起喝酒，他问我，说会不会是你杀的王晨？你别往心里去啊。其实我估计吧，你和于南有过几次接触，让朱亮心里有些不舒服，由此对你的人品产生了点误解，可能就是顺口说了这些。王晨被杀这个案子，由于前一阶段我们始终的是围绕着照片去寻找那个犯罪嫌疑人的线索，这使我们的工作走了一段弯路，也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市里局里的领导对这个案子都十分的关注，全社会对这件事情也是议论纷纷。如果说我们不能尽早破案的话，势必会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从现在开始起，大家务必要全力以赴。王晨这个案子呢，我们前段工作的重点是围绕着以熟人作案为主，现在看来呢，这种可能性不大。我们下一步就是围绕着以非熟人作案作为我们侦破的大方向。下面我具体谈三条意见。苏哥，你想喝什么都无所谓，但是说好了，今天这顿饭我请客。苏哥，那就算了，钱我不要了，你呢也别太为难。苏哥，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即使不是因为王晨的案子，你找于南那也很正常。前两天我跟朱亮一起喝酒，他喝多了，他说会不会是你把王晨给杀了？哎，王晨这个案子对你有什么打算啊？还是从非熟人入手。嗯，那你们这工作量真是挺大的。哎，你那边排查怎么样？差不多了。找出谁诬陷你了？谁呀？保密。跟我还保什么密啊？说。说了你也不会相信啊。那到底是谁呀？一个憨厚的人。喂，哪位？说话呀。你好。你是谁？我是鬼。
于南，我现在有点事儿，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好吗？苏言，出事儿了。到底怎么了？说话呀。有人欺负我了。谁呀？曹勇。哦，他呀，我还以为。你以为是谁？曹勇怎么会欺负你呢？他非要请我吃饭。请你吃饭，这是好事儿啊。这说明他对你有好感。他请你吃饭，这不犯法呀。他晚上打电话吓唬我。可能跟你开玩笑呢吧。他昨天晚上到我家去了。先生，你要的西服我们确实无法满足你。那个老板呢？还没来呢。几点了还不来啊？素质太差了。你笑什么呢？没有。你在嘲笑我呗？真的没有。我觉得你就是在嘲笑我。不是。你光看见个黑影，怎么知道是曹勇啊？应该是他。你说说他呗。怎么说呀？你让他以后别再骚扰我了。你不是能装吗？你跟他也装一回，他就不敢了。我跟他装没有用。怎么没用啊？因为我一看见他的脸，我就害怕。苏燕，你管管他行不行？这事儿啊，我没法管。你是人民警察，人民受欺负了你都不管。你看，他又给我打电话了，你到底管不管？喂，你好。于南小姐，你怎么还不来上班啊？你是不是病了？我去看看你。谢谢你的关心，我身体很好，我没病。那既然没病，我什么时候约你吃饭啊？今天晚上你看怎么样？太好了，你真让我喜出望外，心情无比激动。我都想好了，晚上如果曹勇再敢骚扰我，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呀？因为他怕你啊，我一说是你女朋友他就不敢了。可问题是你不是我女朋友啊。那就让我假装当一回呗。
苏哥，曹老师，哎，你怎么在这儿？我你跟他认识？不太熟。不太熟啊？那我介绍一下啊，她呢是我女朋友。是吗？你看菜都上齐了。苏哥，我那店里还有点事忙，我就不陪了啊。淡了吧，我把单买。方勇啊，明天早上9:30到你办公室。可以啊，心里想什么你全知道。你不是我苏哥吗？素颜，谢谢你。玉楠，我发现你一个秘密。什么秘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胆子这么小。哼，你说对了，我确实非常非常胆小。别看我平时在男人面前那么厉害，其实都是装出来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一看见男的吧，就有一种恐惧感。看见我有吗？嗯？看见你没有。哎，别淘气啊。哎，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男人产生恐惧感的？没事儿，就不能找你了。云南，你别跟我来这套，我知道你怎么回事。云南，我觉得你已经无可救药了。和朱亮谈朋友之后，苏哥，你真有意思。好了好了，咱们俩人今天不提云南了啊。我听说你和朱亮还有云南都是好朋友，现在我们电视台啊正在招收节目主持人，你好好劝劝云南，让他赶紧到电视台来报名。玉楠，从今以后，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一旦你遇到麻烦，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请进。苏哥。哟，曹老师来了。来来来，坐坐。哎呀，你看我现在也不抽烟了，也没什么好烟。抽抽啊，这烟不错。哎，高哥，哎，你坐。怎么
了，你这弄得跟小偷似的，鬼鬼祟祟的。我这一见高哥害怕，害什么怕呀？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你？啊？哎，人家现在是我老师，知道吗？老师啊？哎，来来来，老师赶紧坐啊！老师坐啊！哪方面老师？他教我怎么谈恋爱。谈恋爱？哎，你教他不教我是不是？啊？哎，问你话呢，怎么回事啊？哎呀呀呀，他真是我老师，你对他客气点。来来来，走了，走，成老师了。谭总，您找我？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曹老师，你别误会啊，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没别的意思，这儿清静，我找你主要就是想聊聊天。哎呀，曹勇啊，我心里苦啊。笑什么呀？说话，笑什么？笑什么呀？没笑什么。谭总，我最近工作不太努力，您是不是生我气了？没有没有，最近工作挺好的呀。我找你来啊，想问问你，最近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麻烦了？没有啊，最近我什么麻烦都没遇到。没有就好。哎，你跟于南是怎么认识的呀？上次朱亮那事儿，他跟朱亮一块儿给我拿的钱。那你怎么会有他电话呢？他店里那小服务员，我咋呼出来的。我跟于南真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是想勾引他，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哎，那你为什么想勾引于南啊？就因为他长得漂亮吗？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于南现在跟你谈朋友了。我还以为他一直跟朱亮呢，他跟朱亮你也不能勾引人家呀。曹云，你别忘了，你是一个有传统道德的男人，你有自己老婆呀，完了你还去勾引别人，你说那你的良心不受谴责呀？我是受谴责，但你也知道，我那媳妇儿吧，她也不太正经，她既然对我这样，我干嘛我还跟她讲传统道德？说你怎么又对你老婆这么不放心呢？她对你不是挺好的吗？我宁愿她对我不好，她为什么对我好？她不就是因为对不起我吗？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你？我就是这么觉着的。忙着呢。啊，有事儿吗？没什么事儿。哎呀，有事儿你赶紧说，别吞吞吐吐的，一点也不像个男人。那个什么，那个我想今天晚上请你吃个饭。啊，请我吃饭？请吃饭干嘛非得晚上啊？中午不行吗？啊，对，中午也行。那你除了请我，还请别人了吗？没有啊。你的意思是说，就咱俩去吃饭啊？那样不好吧？我跟你出去吃饭，算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啊？你看吧，咱俩一单位的，要是出去吃饭让同事看见了，那多不合适啊。哦，对，也是啊。对。那个小赵，你忙着啊。但谈恋爱都不会。你说就蒋丹那样的，我也不能天天跟着他呀。我就想啊，算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干脆我也找一情人，谁别管谁。
想来想去，我觉得于南最合适。怎么合适的？我当时不是以为于南跟朱亮谈朋友呢吗？我就想啊，就朱亮那样的，于南就算是嫁给了他，他也管不了于南。我都能想得出来，就算是他知道于南跟我好了，也得装糊涂。还弄不好啊，朱亮还喜欢于南给我当情人呢。为什么呀？于南这么漂亮，那肯定有很多人追啊。那要是于南不跟我好，那肯定得被很多人惦记着。这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惦记来惦记去，于南早晚得成了别人的情人。你想到那时候，朱亮受得了吗？假如于南给我当情人呢，朱亮最多也就戴一顶绿帽子。那要于南不给我当情人，那朱亮指不定戴多少顶绿帽子。你想，在这种情况下，我琢磨着朱亮肯定愿意于南给我当情人。深刻，真是太深刻了。来来来来来，哎呀，曹老师啊，来，我发现你啊，真得给我当老师。你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苏哥，我刚刚胡说八道呢。我相信于南今后不可能再被别人惦记了，于南更不可能成为别人的情人。为什么呀？他现在不是跟你谈朋友呢吗？我相信，你们两个将来一定会非常恩爱的。只要两个人恩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绝对不会发生的。唉，我倒真的希望是这样。可问题是，他老能碰到像你这种色胆包天的男人，所以我还是不放心。哎，前天晚上你到于南他们家干嘛去啊？没有。真的吗？真的，于南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前天夜里我确实给于南打过一个骚扰电话，但是他们家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不信你可以去调查。前天晚上我跟那哥几个打牌来着。我不用调查，我相信你。你是不是都调查清楚了呀？苏哥，你今天把我找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能不能说得清楚点？我让你帮我跟踪一个人。谁啊？你又来找谁的？找你啊。你找我干啥呀？我们还是认为是你杀的人。我冤！这开玩笑，开玩笑的。我找朱亮啊。走走走走。不是你想吓死我啊你啊！朱亮，苏哥，你怎么来了？没事，我路过，顺便看看。这活你也干呀？啊，屋子里的地归我们记者，他们都忙，我随便擦擦。啊，那我来帮你。哎，别，苏哥，不用不用，要不然你去会客室等我，我一会儿找你去。哎呀，没事儿，来，真不用，这你看用不着。我闲着也是闲着嘛。我擦擦这个。这位是苏岩，公安局的。你好。你好。想吃点什么呀？你就看着给我们安排吧。那你们先坐吧。走。嗯。
这老板想的够周到的啊。哼，我们报社的人老来，他都知道我们喜欢吃什么了。老板娘叫什么呀？盛威，以前在我们广告部待过。苏哥，你今天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曹勇老去骚扰于南，你知道吗？不知道。来，送你们一个菜。哟，两位慢慢吃啊。谢谢啊。苏哥，苏哥，嗯，那后来呢？后来于南就把我找去了，我当时以为你也会在呢。像这种事儿，于南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为什么呀？告诉我，我也解决不了。这事儿还是怪于南，他跟谁都装。你说像曹勇这样的人，你跟他装，那不是自讨没趣吗？苏哥，这事儿还真是多亏了你了。你说我的事儿吧，就让你操心；我女朋友的事儿还让你操心，麻烦你了。哎呀，说这干嘛？都是朋友，来来。现在啊，这朱亮他有点担心。担心什么？担心你现在没有女朋友了，会不会去追一男？哎，朱亮，我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啊？那么严肃。于南老去找我，你愿意吗？怎么了，苏哥？于南老去找你，你烦了是不是？他不是你女朋友吗？你说他老去找我，你心里没想法？他去找你，我心里能有什么想法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吃醋啊？不能。于南去找你，我觉得我挺荣幸的。真的，苏哥，你可能不太了解于南，他这人很少找男人办事儿，像郭明武那样的，倒想帮他呢。于南也不用了。于南能去找你，说明他对你非常信任。他信任我，你信任我吗？我当然信任你了。说的是心里话。多大个事儿啊，我没必要跟你撒谎。也是。来，吃菜，苏哥。朱亮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麻烦了？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哎，好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篇稿子也写不出来，他们主任对他非常有意见。是吗？那你为什么不批评批评啊？我直接去批评他，那不好。那有什么不好的呀？我找你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一说朱亮最近的情况，二呢，我也希望你能抽点时间开导开导他。开导什么？你得让朱亮啊，把精力都用到工作上。我知道了，最近他一直很闹心啊。闹什么心啊？他不是处了个女朋友吗？听说两个人最近一直在闹别扭。哦。吃吧。我爸不回来吃了。嗯。他怎么天天都不回来啊？他不是工作忙吗？再忙他也不能。儿子，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没怎么。那你怎么突然管起你爸了？哼。妈，你说我爸天天这么晚回来，会不会有什么情况？能有什么情况？他都这把年纪了，岁数是不小，可看起来还挺年轻的。
亮亮，你发现什么了？这也是我父亲的意思。你父亲的意思？别的事儿啊，先不管了，赶紧保命，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初亮，我不想麻烦你父亲。亮亮，你和于南怎么样了？叹什么气啊，你们俩今年打不打算结婚啊？出什么事了？没有，没出什么事。最近我怎么没看到于南来咱们家呀？妈，你说于南是不是挺神秘的？神秘？怎么个神秘法？哟，你爸回来了。哎，刘哥，才回来。我，你干什么？没干啥呀。那你跟着我干什么？这不在巡逻吗？六哥，嗯，我刚才看见有一个人一直在跟着你，所以就跑过来看看。什么人？一个男的。他长什么样？没看清楚。爸，老朱，你还吃不吃了？啊，不吃了，我在外边已经吃过了。你忙去吧。好。哎，这段时间我怎么没看见你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啊？对，这段时间我写的少。为什么？我看小说来着。看小说？朱亮啊，你们报社和我们单位差不多是一个性质，都是靠手中的笔吃饭的。以后呀，还是多给报社写文章啊。嗯，爸，我知道了，你放心吧。今后小说我再也不看了。你也别太绝对了，小说还是可以看的，它可以提高你的文字能力。刚才孩子跟我谈了谈结婚的事情，你看，要不今年咱们就给他把这事儿办了吧。他们准备今年结婚了？现在还没说，我想咱们还是抓紧给他们办了。于南同意嫁给朱亮了？好像还没有，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凭朱亮的条件，于南应该是非常愿意的。不过朱亮今天告诉我，他感觉到于南有点神秘。神秘？怎么个神秘法？要我怎么相信缘分？我的心里只有失落。
果人生可以再次假设，我不会就这样让你走过。要我怎么继续等待错过的爱？